听说是一位很特别的，哎，他是什么？一位刺青师傅，哇，刺青师，还有，然后还有其他的才艺啊，一起来欢迎安西廷，安西廷。肩膀，哇，你这刺青好漂亮啊！哦，是，哎，啊，这小朋友现在睡了是吧？他应该想睡觉，想睡，他躲起来，帮他放的耳塞了，对，因为太大声了。哦，是是，嗨，你好，可爱的小朋友啊，捏捏，是妈妈手里拿的奶瓶，帮你拿一下，帮你拿，介绍一下。他有什么样特殊才艺？来来，猜猜看，有没有可能他会主持庙会的一些你知道活动？感觉他有那种本土味哦，然后带着小孩，对，妈妈刮车。各位，他是一位香港的朋友啊，香港朋友嫁到台湾来了，没有错哦。各位，今天他的特殊才艺跟他报告一下，唱歌，唱歌，唱歌跳舞。可是唱歌是怎么唱法？唱歌那是很普通吗？喂奶唱歌啊，这个就特别了。身为一个妈妈，然后能够这个把孩子带好，然后又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个兴趣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来，我们就来一个喂奶唱歌，好不好？带来这首《燃烧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恋世夫妻。那如果大家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也欢迎留下来听我们唱这首歌。这首歌是一首叫《燃烧》的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表演，谢谢。哦，厉害哦！你躲在我心里，让我有心跳，忘了你我就活不了。时间的他，在他把记忆切断那一秒，却没有带走爱附赠的烦恼。爱已经不太重要，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。时间很长，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，心在隐隐作痛，哪管你要我不要。燃烧，想象不到头还在燃烧，因为火早已扑灭了。竟然给铜板，怎么遇见你心有背后会做善了。燃烧，泪是爱情的火药，请不要这样看我，我知道我已逃不掉，一直想找一个人在我心里挖一刀，还要等到那一天才能埋葬烙在心中的记号。燃烧，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，因为火早已扑灭了，怎么遇见你心有背后会灼伤了。燃烧，泪是爱情的火药，请不要这样看我，我知道我已逃掉。谢谢。哎，好听好听，很稳，很好听。老公也很会唱，他也在街头上被林俊杰发现过。真的吗？两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在香港认识是还是怎么样？对，在香港。哦，在香港认识。香港人什么情况下？表演喝醉。听我唱歌，你还哦？你听他唱歌，唱就唱，唱完就走人啊，你要干嘛？对，你想干嘛？你就留下来，你就直接问他要不要一起生个小孩啊？直接喽。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很
很有魅力，嗯，勇敢的去追求，在镜头前一定要这样子讲。哎，没有，不要客气的。人家说夫妻就这样，有时候乌龟看绿豆，哎，就是对眼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好感动哦，而且这个燃烧的版本是温柔的，对，都没有爱的燃烧，慢慢烧的。孙楠唱的是撕心裂肺，对，他唱的是有慈母的温柔婉约，对，发自母爱的一个燃烧，而且那个小 baby。脚还一边打拍子，对，还在踢，他很糗，他很糗。我觉得刚才小朋友刚上来有点不安，有没有？对对对。妈妈一开口一唱歌，哇，他整个抚慰了他，因为他小朋友习惯了，因为他们也会在外面表演，对，他也必定要带着小孩，孩子难道要丢旁边吗？对啊，所以应该是他一听到妈妈唱歌，他就会安静下来。对对对对对啊！然后上面还写一个我妈妈很凶，不要摸我。对，因为我们表演的时候在街头唱歌，然后就会有一些。阿姨就会过来摸他，然后我们怎么讲他都不听，然后我们就后来就想个方法，就直接上面那个口水巾就写着我妈很凶不要摸我，结果真的很有效，就人家看到就啊好不要摸不要摸不会啦，不会，台湾人很热情嘛，哎，他们热情，看小朋友就会觉得啊，那么夫妻俩街头表演都戒不掉，哎，太可爱了，不错不错，希望你们未来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发展，好吧？两个人有一些理想吗？啊，未来？未来，继续唱吗？还是要有做自己的作品？继续可以夫唱妇随。哎，好辣！能讲唱就够了，好不好？两位好好朝着共同的理想目标，终究有一天能够成就，好不好？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